16号，2023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在深圳开幕。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15000平方米，设粤港澳大湾区主题馆、老字号成果展示综合馆两大展馆。据介绍，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广泛分布在食品加工、餐饮住宿、居民服务等多个领域。